耶耶，一齊一齊耶咁樣，係啊，好開心噶呢度。今日我哋嘅嘉宾咧，第一个印象俾到我就系已经系活泼到不得了啊！就系嗰只咧，同佢打通宵麻雀咧，佢可以全程都唔会停讲嘢嗰只嚟嘅。哇！真系咁啊，点啦？咁等我自己嚟啊！你讲晒，你自己讲晒，你咪真系会打麻雀噶？我唔识嘅，其实人哋唔识打麻雀嘅。佢负责讲，你负责打，你一路打佢喺度周边倾偈，冇所谓嘅。好多谢晒两位主持同学，系啦，唔好咁讲啦。今日啊，欢迎啊 ，Eva。系，我姓杨嘅，杨小姐，系啦，所以我唔系我惊，因为好多时候人都有好多人都会问，咦，佢话你嘅 last name 点解唔系话以 U N G？ 首先第一，我外省人啦，系啦，咁所以嗰阵时啊，杨啊，对，杨小姐，对，就是我嘛，咁所以咧嗰阵时咧，佢哋就用咗 Y N G 个拼音，咁跟住有啲人就会话啊，即系咪殷小姐？我唔系殷小姐，杨小姐，系啦，就系咁样啦，明解啊，冇所谓嘅。听讲你个背景都十分复杂嘅，呢个喺我哋进入你个十分。複雜的背景之前啦，我哋擺大個頭講講你而家主打搞緊乜鬼嘢先，因為我見你咧喺開麥之前咧已經好認真咁樣攞曬道具啊、啲武器啊出嚟咁樣噶啦，咁啊究竟現在你係搞緊乜鬼嘢嘅咧？當你講到好複雜嘅時候，我驚人哋聽到會有啲誤會啊，我唔知要諗咗啲乜嘢。OK， 首先講先啦嚇，我啱啱攞咗啲道具係書嚟嘅，最主要。咁而家好大部分嘅時間都係做緊書嘅出版啦，虽然纸媒已经是大家渐渐没落啦，好多人都已经唔睇书，甚至乎唔睇纸啦，但系都希望继续可以喺或者呢一个行业入边做到某一啲嘅坚持啦。系少啲啫，但系死唔去嘅，我觉得少啲啫，冇以前咁劲啫。越嚟越少，但系睇越嚟越少嘅时候，咁你就可能就会觉得啊，系咪要做多少少嘢咧？甚至乎当你谂下连图书馆都可以有设有电子书平台嘅时候，咁你就会觉得啊，系即系大家肯攞起本书嚟再去揭一页页嘅纸，即系我哋自己就我就好中意啫。即系对唔住啊，我哋呢啲年纪大嘅，咁即系好中意啲书，因为。纸有一种纸嘅独特嘅嗰个感觉，同埋咧啲书啱啱嚟到嘅时候就有一阵好香嘅纸味，系油麦纸味咁样，就系啦咁样样咯。咁所以就希望可以做多少少嘢，同埋另外一样嘢就系、是、你当系一啲小小嘅梦想啦，咁希望可以有一啲嘢可以成全到落去啦，系咪？听上好似好伟大咁样，但系即系唔系真系想，因为有好多嘢冇啦，慢慢都冇晒啦。咁当你慢慢啲嘢冇咗嘅时候，譬如你睇呢啲都已经知道，譬如呢一个。哦，呢、這个是、安全岛灯箱啊！我哋介绍一下灯箱君啦，我哋。喂，呢个特别喎、啊，呢、這个其实系香港嘢嚟嘅，系佢嘅 WhatsApp emoji 嚟噶。呢个系系啊，呢、這个系我哋嘅 IP， 系香港重机嘅 IP 嚟嘅。呢啲卖唔卖得广告噶？好似好冇所谓。梗系得啦。Okay, 因为我转头会俾翻张单嚟。多谢。呢个嚟紧应该会喺七月嘅时候啦，咁到时海滨公园佢哋应该有一个奖咧，就系、是、叫做呢、這个叫做我哋叫佢做灯箱君嘅，咁系。其实那个来源或者个构思是来自安全岛灯箱。安全岛灯箱是1973年的时候由英国带入嚟香港的。咁嗰个叫做系啊，系我哋写书有啲料到啊，好劲啊！你唔讲冇人知噶。1973年是牛年咯、啊，唔系咁厉害，梗系啦。咁咧，佢嗰年出世啊嘛，系啊，咁样样。宝珠姐啊。呢個年紀輕啊，好年紀輕嘅同學啊，呢個年紀輕嘅同學仔。咁所以 anyway， 咁嗰陣時就有一個叫做 Morrison 嘅人啦，我哋叫莫禮信嘅呢一位嘅英國喺嗰陣時喺政府度做，就將呢一個莫禮神山道啊，莫禮神冇錯啦，啲聰明嘅同學仔啊嚇呢一啲，咁佢就佢就帶咗呢一個燈箱過嚟香港，冇錯啦。咁所以佢個名亦都叫做 Morrison Light 嘅咁樣。咁但係問題就係因為如果你大家而家開始留意下揸車。朋友嚇，係啦，留意到其實呢個燈箱係會越嚟越少啦，已經係嚇變大陸製啊？唔係啩？唔係，佢燈箱越嚟越少，原因因為政府覺得佢維修佢咧，因為佢自己本身又電又成啦，咁又燈啦，咁佢一撞親啦，撞完之後要維修嗰個 cost 比較貴，咁所以咧你就會發覺咧就係多咗好多啲嗰啲叫反光板啦，咁但。落咗去之后可以弹翻转头咁样，佢又好似冇乜特别嘅功用喎，我觉得由细到大安全岛就安全岛啦，但系摆个灯箱又做乜鬼嘢咧？个箭嘴系咩意思咧？箭嘴系叫你行嗰边啊嘛，唔好
好行另外一邊啊嘛，即係喺呢一邊係你應該行嘅咁樣。唔係咯，咪變咗對頭車咯。係啊，呢位同學仔你咪識揸車嘅，但係好驚危險駕駛咯。係，但係你係靚嘅呢嚿嘢，我即刻想買啊！有冇得買呢嚿嘢？有嘅有嘅有公仔㗎。我哋又整咗啲好多嘅公仔啦。我哋都出咗喺今年嘅時候，我哋都將佢呢一個做咗盲盒啦。好得意喎！好得意喎！就係 figure 公仔啊！係啊 ，figure 公仔係啊！多謝曬。我俾你賣廣告，你俾翻個字頭我喎。好，真係，放心你，我下次攞落嚟，我真係啦，我下次攞過嚟。咁因為佢，我見你係供不應求添喎。其實依家你嗰個狀況似唔似係咧？嗰個就係其實我哋嗱，首先我先講一講，我褪後翻少少，講翻呢一個。好，唔好意思啊，我唔緊要，太緊張，我哋太興奮啦，係啊，俾魔力神搞到嗨嗨死啊！係啊 ，Morrison Light 啊，我哋想講翻呢一個。其實初頭出的時候有些有趣的，就是很多人不知道他是什麼來的，他說咦這個箭嘴人很有趣，是吧，是的，是的，這樣他們不知道，那我們就告訴他這個其實叫燈箱君，這樣那我們其中有一本書就是拿了他，其實開始講一個叫做香港的故事，其實是用他的角色來帶出香港一些舊事物舊的情懷的，咁呢個係其中佢嗰個用意啦。咁行到咁上下嘅時候，咁其實我哋都覺得好感恩，好好彩。咁有個公司話：咦，佢話不如我哋試下去將重機，即係重機裏邊有一啲嘅圖啊，有啲公仔啊。阿寶堅同學係咪喺度睇緊嗰啲相啊？我睇緊啊！佢睇一定係我係睇緊啊！我睇緊你個 Facebook 啊！睇緊 Facebook 係嘛？我睇緊 Google 噶。我見你嗰個重點喺回收號大壓嗰度嗰啲咁嘅嘢喎。不過你繼續講先啦，我睇緊係回收號大壓係呢本書啦，係啊，因為原來係書嚟嘅。係、okay、回收號大壓係首先回收號就係、是。我哋想講嘅意思就係好多時候我哋有一啲嘢係可以 recycle 翻嘅，即係譬如我哋用翻大壓嘅原因就係一個當鋪啦。我哋好多嘢、有啲嘢放咗入去一個，即係譬如我哋擠埋咗，咁我哋有好多時候會幾時先會將佢攞翻出嚟咧？我哋又會用一個乜嘢嘅代價去攞翻呢一樣嘢出嚟咧？其實即係當然嚇，對唔住，哇，好文青啊嘛，唔係要噶要噶。攞咗啲嘢，有啲核心思想先發展到咯。冇錯啊！我哋擺啲嘢入當鋪，幾時會攞翻出嚟咧？當我哋有錢嗰陣時，咪贖翻佢咯。係啊，其實係好事嚟嘅，有錢贖翻自己想要嘅嘢。咁你就想攞翻你嗰一樣嘢啦。咁但係好多時我哋擠咗入去嘅時候，我哋係唔記得咗噶啦嘛。我哋心口係會忘記咗，或者係我哋遺忘咗，或者我哋將佢係擠落咗喺一個角落裏邊，係已經塵封咗嘅嗰樣嘢唔記得。所以我啱啱我同你講話鴨仔糖，你係要見到張圖，你就會醒起某一個時候，曾幾何時呢、這個係唔好食，但係又要掠人買嘅糖，係因為你可以玩啊嘛，或者眼鏡糖咯、啊。眼鏡糖我哋本來想畫嘅，但係因為我哋 like 數唔夠多嗰幅圖，嗱我哋點樣去決定將嗰張圖擠唔擠落本書度，就係睇下究竟。所有我們的，即譬如說在網上面 social media 的群眾，究竟他們對於那樣東西有多接受性，是對的，接受性有多強，供求是這樣看的嘛，你要看，我們先這樣選一些圖咯，我給你看一看這張先，這張是那個叮叮，即是這個叫120，火車，不是，這些叫車，電車，電車，電車，OK，電車，但背景就是1960年代的，喂呀，皇上皇雪糕沒聽過咯，年紀輕，係你六十年代嘛，因為係呢、這個電車係1940幾年㗎，所以唔好扮曬嘢喎，年齡暴露系列，皇上皇，定係呢一個會應該見過。呢、這個食過，我中意食噶。以前咧新年咧，好中意人哋買呢個 cream crackers， 而家係咪冇咗噶啦？佢冇咗呢一個加頓就唔準即係其實都有，但係就唔係呢隻牌子啦。唔好食㗎，咬落去，咬落去散嘅，唔係兒時味道。你所以明天我哋做呢本書嘅時候，就係希望我一見到張圖，會有人有故仔講翻俾我聽。係啊，呢個係好重要嘅。我好中意呢個餅乾嘅，同埋嗰個罐咧，好得意。嗰個罐其實係愛嚟擠臨審雜物噶嘛。係。网台节目开始接受订购啦！你除咗可以亲身到偿还 D100 专门店之外，仲可以去银行入数，又或者透过柜员机过数都得，仲可以登入 D100 网站 D100.net 订购，想即时过数用转数快就更加方便啦！感激各位支持啊！有冇唔明白可以打俾我哋 D100 网台专线啊，电话22971825，22971825啊！